妙带着女儿探班在篮球场拍摄的郑恺，郑恺看剧本，妙妙安静的陪伴在一旁，一家三口罕见同框的画面好温馨。日前有媒体拍到苗苗带着女儿去探班郑恺的视频，视频中郑恺正在篮球场打球，苗苗带女儿惊喜现身，看到女儿的郑恺瞬间化身温暖奶爸，全程盯着女儿满脸笑意，一家三口十分温馨。据悉当天在深圳拍戏的郑恺正拍摄打篮球的戏份，只见郑恺穿着蓝色球衣，戴着银色边框眼镜，小猎豹变斯温暖的感觉。郑恺利用片场休息时间来陪伴妻女，一家人蹲地照顾女儿小三奶，郑恺望着女儿满脸宠溺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慈父气息。苗苗陪老公休息了片刻，又陪他看剧本，苗苗轻拍老公背部，像哄孩子一样宠溺。苗苗产女一年多了，除了陪老公录制一期跑男外，苗苗大多时间都在家相夫教子，似乎没有正式复工的打算，看苗苗也很享受在家当贤内助的日子。喜欢就订阅呗。